这边来看一下 TE 对阵 GG 的第二局啊，不，第三局上半场啊，马哥这边是张狂挽留带传送的蜡像师，这个传送呢，其实他不是考虑那个中后期的控场，我觉得这个传送是拿来当赶路传送用的，或者说这个传送就是前期点位上面不对，他是传送去找基业师的。因为对于 GG 来讲呢，他们这局马哥如果能保个平，下一把 GG 的穷者也保个平，他们就拿下了。这把对于 GG 来讲，我觉得马哥确实蛮难受的，因为这把我觉得TE 的班选做得非常好，他们这边搬掉了马哥的红夫人跟守夜人之后，这套阵容马哥手里面能打的真不多，使徒不好打，最终还是掏了个蜡像师，但蜡像师其实也不好打的，蜡像师跟使徒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局更多的是看穷者如何去争取一个多跑。那么马哥呢，应该是在穷者争多跑的环节过程当中成立一个防守的姿态，就是他如果说能够防守成功了，甚至还有机会抓到面去多抓的，但是更多的还是看穷者，穷者这边操作的好，前期牵制的好，打架打的好，我觉得穷者的赢面还是蛮大的。对吧，把板子封了，祭司手里面一个洞，这边从外面绕逃行，这个洞打不打，还是打，打的话这边吃了一波隔窗刀，哎呦，这波因为蜡像师穿洞算晕眩，会对周围建设蜡，这波蜡吃的好伤啊。前锋这边好像准备过来打架了，要保一手，要保一手，祭司这边呢有飞轮，但前锋这边离的距离上面该看还是有点远的，穿个洞飞轮躲掉，漂亮。哎，我的妈呀，怎么卡了呀，这里好像是前锋拉球过来打了一刀，这波逃行的话，这个飞轮交的是真漂亮呀，这个飞轮很舒服啊。前锋这边虽然挨了一刀吧，但也可以接受啊，毕竟是保了一波这个祭司。不知道他们这边能不能判断出来，马哥手里面是没有闪的，外面是有机械师的，现在已经一分四十秒了，这个牵制时间其实对于穷者来讲有机会。这边的话破板子，祭司应该是倒了，一刀倒地，倒地一分四十八秒，人挂上外面的密码机，总量加起来是 2.4 2.5， 歪瓦双修，教授有薄命，前锋这边状态补满，四人开门战的面有，四人开门战的面真有。看这波教授如果说能够顺利的卡半救下来，不吃双倒，这个局就有顶壳，这边打被壳顶开，但是这边的蜡建设定住，身位上面来讲能救下来，救下来以后教授这边还想掩护，因为祭司手里有个洞，他想帮忙扛一刀让祭司穿洞走，这边定住教授，一刀打起二阶，教授这边蜡消三台机。现在的话外面的机子对于穷者来讲差差的不多，但是因为这张地图比较大，还存在一个跑机的情况，前锋不太好拉球，这个位置不太好拉球，这个倒的位置不太好，那这样的话看前锋，看前锋第二波救人，第二波救人救完人以后，前锋还有球能够拉球撞，前锋手里还有飞轮，还能飞轮躲蜡。现在的话机械师在跑机子，大家可以看到这把核心问题还是机械师这边的话要跑一段路去修这个机子，这样的话这个机子差的时间上面来看，哎，机械师也过来一起救人吗？那你们这两个人都过来救，他们的最后台机子怎么说呀？起热辣这边喷的话有可能喷出成吨的伤害啊，我这一波我感觉穷者是不是打过头了，飞轮没能交成功。好，听说你们想跟我打，我二阶蜡像师两个人的飞轮全没有能交出来，一个飞轮没交好，另外一个这一波打了多少伤害，祭司一刀的伤害，前锋两刀的伤害，三刀再加上机械师一刀，四刀伤害，一轮打出四刀伤害，挂飞一个再挂一个。这也是我赛前给大家讲到，就这局穷者一定会来打，
一定会来跟你刚。那么马哥如果能够顶住的话，他甚至还可以抓到一个争胜的机会。怎么说呢，我觉得求者这边其实借是过来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应该先保证密码机的啊，其实应该先保证密码机的，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把马哥要多抓呀。借势过去补机子，马哥这边守过半以后可以传送落地去秒人吗？传送落地把这借势秒了，这个局多抓了，真的。但是因为那边是娃娃在修，不知道马哥敢不敢，真敢传。传送落地一刀打好，借势位置上面来讲还好，借势还好没有靠的那么近啊。因为这波马哥如果守着呢，三人开门战，其实马哥不太好赢的。但是他这波如果传过来把借势抬了，真的这个局就是一个四抓面。都不是一个什么多抓面了。外围这边把前锋状态补好，马哥抓到机会，不过还好这戒师反正不倒遗产机啊，这边有个地下室，哎，马哥可以打波地下室啊，可以打波地下室。前锋这边来救人，要撞救，要撞救吗？好像撞救不了，撞救不了教授，因为没有大心脏，所以只能让前锋来救。前锋这边什么问题呢？前锋是个挂飞，他救人不能不交球吧，感觉这波球得交，交完以后待会怎么出地下室呢？马哥45秒以后传送 CD 好了，这个局要多抓呀。机子直接亮，直接亮好像不失为一个好选择。海滩的地窖，前锋半颗球有飞轮，哎，但是被发现了，被发现了，用高低差躲辣，教授才刚摸到门，先喷，这得看飞轮，他得飞轮躲一波辣才行啊。救人是肯定不可能救人的，哎，这个飞轮完了。都抓了，这没办法，一个辣定住，甚至敢不敢传？哎呀，没传，传了好像也不行，传了也不行。那边门开了，有壳，直接亮，我觉得可以的，因为他去救，毕竟这前锋是个挂飞，然后拖出传送，而且这边的话，机子是在海滩边，离两边的门又远，你三人不贴门，离门又远，这个。直接亮是可以，但是很可惜，就前锋他这边狗的位置不够好。